什么都不奇怪。我是阿森。今天呢，趁着没什么人的平常日，来到了那个玩具将军吧，民生路这边，然后稍微晃了一下，因为之前啊人非常的多啊，所以说大概就没有来。然后就是看到他们转蛋啊，其实还蛮多的，说到有点不知道买什么。然后阿森就这样晃啊晃。他们之前啊，这间其实是没有出出去的那种婚纱店，然后他现在把它改成卖玩具的，应该是跟人家合作。然后一楼的话就比较少模型，都是一些盲盒比较多，像一般的泡泡玛特啊等等之类的。说小时候的回忆，四驱车后面也摆蛮多的，东西还蛮丰富的啦。因为之前的话，这边实在是做活动，所以说超级无敌多人，非常的挤。那阿森也不想人挤了，我记得好像台南市长也有一起过，然后盲盒，然后一番赏，这边全部通通都有做。然后阿森看到这一组，当然是公主系列的，做的超级漂亮，因为它是用那种类似陶瓷色。PVC 材质，然后总共六只而已，没有到很多只。这组阿森就还蛮喜欢的。然后摆了一大堆的玩偶，然后柜子里面啊就放了一番赏的一些赠品。然后他还有一个二楼，阿森就胆子没往二楼走。然后整排都是转蛋，然后往二楼走上去。然后二楼楼梯走的话，就一堆的那个，这个叫什么？阿森突然间有点忘记，那咸蛋超人。199块，奥特曼，对对对，奥特曼。二楼的话，它就有放了乐高，然后就是比较一些大人的玩具、模型之类的。圣斗士星矢，小机械，然后一楼的盲盒，然后二楼就是跳痛跳很大，都是一些比较精致的模型。然后这个台是 PVC， 它是8601，做速回正的 PVC， 授权的，魔动网。令人怀念的感觉。现在大部分的玩具啊，在外面都找得到。是阿森今天刚好路过，进来看看。当时为什么他人会这么的多？哦，这只纳美克星的神龙，可是阿森不会买它，它长得太恐怖了。然后还有一些精品啊，哦，或者是比较精致一点的，哦，准备吃。然后里面走的话，还有一个小房子，它都算是格子铺，去卖一些小东西，还蛮特别。它规划出这个地方啊，让一些卖家可以去买一些用不到格子铺的东西。
然后走到一个角落啊，他堆了蛮多箱子的，啊，22,400，不知火舞，这应该是有授权的 SNK， 对啊。然后这个角落超级厉害，他放了一只无敌铁金刚，超帅的。还是一般的日子来比较好，不用人挤人。但是当时人挤人是因为好像他们折扣做很大，哎。哇塞，他们无敌铁金刚这个真的还蛮精致的。有授权的小鹰，游戏王。龙神丸，然后这边就是一些精品，精品就比较常看到的。这个大概就是二楼的商品。OK， 阿森要回家了。